阻止增进亲子关系，帮助家人跟亲子间互动更好。然后时间是在下礼拜三，地点是在光华国小操场集合，然后活动有些在操场，有些在光华，时间就是放学后开始到两点。然后就是有一个发档方式是一个家长一个学生，这样叫做一组。然后活动后会赠送一个精美小礼盒。然后那个奖品兑换方法是把全部都盖过章的，就是那个那张传票送他，拿到服务台跟那个服务台的人换。那你们的经费，餐盒的经费啊，学校说，你们自己出，知道的。再想办法。那还想没办成，因为单，因为钱还没想到就已经开始发工资单了。哎，你们好大胆！哈哈，万一来了100个客人，看你们怎么去抽那个。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吗？我们原本预算就是，预算就是一开始就是90个左右。没有啊，一开始我们差不多90组还是90个？我们一开始估60组。60组哇，很多。60组，那一个便当的至少70块，4200块。所以是算组吗？不是算人吗？是算组。那这个诱因不是很大。我们这次挑战的主题是亲子爱活动。现在有便利的网络，许多人沉迷网络，亲子关系不密切，导致疏离。我们讨论活动内容，利用学校的操场以及司令台进行活动。是我们设计的活动报名表，上面列出了关卡以及一些事项。